淘宝屋啊，91781895000又是在这个又是在这马来西亚店的旁边啊，在对面特色商城的对面，又是在这个地方，前面图书馆，然后顺旺大饭店、北京酒庄，然后这边是沃尔佐夫律师楼，然后淘宝屋啊，上次我们拍的是这个快修鞋店步步高，现在是淘宝屋，我们也再拍一下啊，这个一个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淘宝屋，但是非常有名啊。啊，酒香不怕啊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，好不好？来看一看，来，李姐是吧？来，李姐说一下，你主要经营的哪些产品？我那天虽然不认识，但是我那天看的东西非常的好，非常精致。啊，反正干这么多年，七八年都知道了淘宝屋。李姐是吧？都叫李姐。来，把微信给大家，如果大家看这么多产品啊，挂件。这么可以扫一下是吧？哎，我先扫一下，好。我先扫一下，然后把你的二维码给我啊，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李姐上来探讨交流，是不是啊？喜欢这些东西的，来，这是我们的李姐，淘宝屋91781995000，好不好？哎，91791798幺八9500，大家扫这个二维码跟这个李姐建立联系，就可以多多的跟她进行交换交流啊，对不对？一起来可以有空的话。这可以到啊，李姐这个淘宝屋来看看。对啊，喜欢这小玩意儿的东西。你看非常精致啊，是不是啊？配各种衣服，还这么小小。淘一下。嗯，好。淘都淘得了。好，来你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些。这都是14K金啊、银啊，都真东西。嗯。假的就假的，真的就真。这个在这一行都知道我。嗯。不起什么一次充真了什么那个 B 就 B，A 就 A。对。我不喜欢去忽悠人。是的，对，都知道，反正听李姐他们也知道。李姐经营生意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心态，童叟无欺啊，是什么货就是什么货，是吧？像欧珀啦什么的，斑彩石，反正喜欢什么凡都有，也有。太好看了，什么都有。哦，还红宝石嘞，古董的这些，那个古董的这些，甲午银，意大利啊，墨西哥啊。这个红宝石啊？啊，对，无烧的都。太漂亮。这个是真正。18K金的，反正有些也没摆出来。还有很多东西啊。对，李姐家应该还有很多的好东西。然后大家扫她的二维码啊，扫二维码来，再来一下，把那个名片给我，地址我们再说一下啊。就是刚才这个名片，来地址我们再跟大家宣传一下。淘宝屋91781895000，地址是缅街的啊，纽约法拉盛缅街。4131 Main Street Flushing 纽约11355，早晨10点到7点，是的，在图书馆的旁边，在这个特色商城的对面，是吧？严格来讲，旁边是沃尔佐夫律师楼，和右边是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店，然后从这个一个小商场进来啊，我们理解的淘宝屋啊，对面也就是步步高的鞋店啊，是吧？大家就知道了。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光临啊啊，来看一看，你看这个博古架，很漂亮，很精致，是吧？自己淘点这个小玩意回去，增加你的喜欢什么？增加你的这个可以讲文化的修养 啊。对，真文化文化的修养和很多的东西，是吧？是，确实是的，把玩一下啊，这些有这种把玩一下啊。好吧，好嘞，谢谢李姐，谢谢，咱们就这样啊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图个娱乐，谢谢。